雁塔圣教序，唐褚遂良奉敕书，内容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太子李治撰述大唐皇帝圣教序记，唐永徽年间立，现存西安大雁塔塔座左右两侧，褚遂良暮年书记，后世评美女婵娟金声玉润，堪称唐楷法帖之经典。杨明臣，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学习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也就是这本字帖这个为什么我要和大家一起学这个雁塔圣教序因为这个雁塔圣教序呢是唐楷里的一个经典，褚遂良呢也是这个唐楷法度的奠基人之一。我们学习楷书的人，至于你是不是在写褚遂良，但是你对雁塔圣教序这部经典一定得有所了解。对这个雁塔圣教序呢，我相对现在就是说的下的功夫更大一些，也就是说驾轻就熟吧。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褚字呢在当代中青年书法家里还是很受追捧的。近几年来呢，这个在全国的一些大的书法展览当中利用褚遂良的笔法来创作作品频频如展的占很大的比例。因为这个褚字呢，它和其他唐楷比较起来更带有一定的书写性抒情性，便于我们临写者发挥自己的性情，给我们创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学进去，学到一定的水平和境界，现在也很适用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部经典呢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不是拿起来就照葫芦画瓢照着去临，而是我们要对这部经典的作者和经典本身都要有一定的了解。那么首先呢，我们对褚遂良这个人呢我们要有一定的了解。褚遂良呢，他是这个初唐贞观时期的人出身于世家贵族经历了唐太宗高祖两朝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文人风骨、有历史使命感的一个政治家和一个书法家，曾经在唐太宗时期也做过秘书郎、起居郎直至做到宰相。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花重金搜罗天下二王的遗迹，命褚遂良坚定整理，可以说这个后来褚遂良经过几年的这个下了很大功夫的整理编纂，编成了《右军书目》可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我认为对王羲之书法研究的最深入最系统的
应该是褚遂良，啊，所以我说他那个这个褚遂良这个书法渊源呢，他原取王羲之，这个可以是没有什么意义，隋代的一些经典的书法碑帖。我们拿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和几个经典的隋碑相比较，像龙藏寺、苏孝慈、董美人这些碑啊，进行比较，都可以找到啊相近的一些影子。第三呢，就是进取欧阳询《虞世南》，因为欧阳询《虞世南》呢，虽然和褚遂良属于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年长于褚遂良，基本上和褚遂良的父亲是一辈儿的人，啊，成名早，所以褚遂良呢，在他这个啊字的用笔接字一些方面呢，从欧阳询、虞世南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后来呢，他凭着自己的啊对书法的理解和自己的天资啊另开生面啊。这里头的关键呢，是他把啊笔意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技法贯穿到楷书里头去了。可以说他是最重视楷书的书写性、抒情性。所谓笔意，也就是意趣、味道，字里头要有味道啊。楷书讲的是法度，但是在法度里头啊，贯通了自己的啊情感、意趣，使字更有味道。这点褚遂良做得最好，这也是褚遂良楷书有别于他以前啊任何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褚遂良对楷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雁塔圣教序》从艺术风格上来看，首先是他的用笔挺拔开张，飘逸多姿，啊，点画非常丰富，很有神采，线条像干钢丝缠绕，富有张力。所以古人评价这个褚字啊，叫美女婵娟，金生玉润。美女婵娟呢，主要是讲的字的神态、意态，啊，意态和神采。金生玉润呢，主要是他讲的点画的质量，啊，很有质感，又很温润。他不是这个细啊，他不是因为他笔画细显得干巴巴的，不是，他细而有厚度。所以古人评，将来我们深入进去啊，在写的过程中，我们会体会到古人这些评价，啊，叫金生玉润呢，啊。在结构上呢，比较宽博，啊，比较宽博，疏朗。他的啊，早他一些的欧阳询、虞世南的字相比较起来啊，这个如果我们拿着几个，比如把欧阳询的《九成宫》，把虞世南的《孔子庙堂》，把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如果我们把这几本经典拿到一起进行比较，欧阳询和虞世南
它们的结构上呢，基本上是方中偏长，就是字还是以方为主体，但是呢，相对比较高。那褚遂良这个是方中偏扁，啊，方中偏扁。这个变化就使得中宫更加疏朗，字势更加开阔，啊，再加上褚遂良的啊飞鸟掠空、蜻蜓点水似的用笔，使这些结构飞动起来，字势飞动起来。我们看上去就觉得啊字很鲜活啊，增加了一些啊生动性、趣味性啊，趣味性。这个都是以后在下面我们讲用笔啊，讲它进一步讲它风格的时候还要涉及到啊，还要涉及到这个地开始了，我们就做一些提示性的啊分析它的用笔接字一些特点。但现在这个《雁塔圣教序》啊，这一部经典，这个经过多少代人啊学习翻刻啊，很多很多的版本。这里头特别要介绍的一个就是这个文物出版社出版这一本，它这本呢就是它是采取的宋拓和70年代拿着高像素的照相机啊从原碑上直接照下来的影印啊影印件切割、截图切割进行对比，做了一本字帖。这本帖的好处是，字完全是圆大。第二呢，就是笔法的用笔过程，啊，通过这个石刻上的痕迹和拓本进行比较，看得更加真切啊。我们如果下细功夫可以抠得更加细腻一些。这本的缺陷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字啊单个单个切割下来啊，上下左右这种楷书之间啊若有若无这种关系没有了。他只是讲只是单个字单个字的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进行比较啊，这个有利于我们对单个字的啊进行深入的啊临写深入的研究，抠得更细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帖啊前边有一篇啊研究褚遂良和雁塔圣教序的学术文章啊，这篇文章呢很值得一读啊。如果买到这本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读一读，对我们啊进一步了解褚遂良这个人，了解雁塔圣教序的产生过程、艺术风格等等，都是很有帮助的啊。现在呢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雁塔圣教序的这个关注或者热爱，引起兴趣啊，我选一个大字本，选一个大字本啊连一段或者临一些字啊，我们共同因为今天第一次嘛，我们共同找找感觉啊，找找感觉。
这个写字，楷书也好，行书也好，首先这个笔啊，特别是新笔，这水里头要把它打透、湿透，然后在墨里头还要把它打透，使笔锋上面的这个毛啊，这个弹力、受力啊比较均匀。我接触到一些同志、一些朋友，特别是写小字的，经常把个笔呢，就把前面一点发开，后边还是粘在一起的，就用笔头上啊那一点来写字。这个我是不太提倡这个啊，这个因为这个笔毛的弹力啊，笔毛的力量你没用上，还都把它打透。写几个找找感觉啊。今天只是写写看看找感觉，这里头一些啊笔画的特点呢，后边还要一节一节的接着往后头讲。像这些笔画都是比较难练的，这些竖很挺下来，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你每一个字啊都要观察。这个观察呢，一下子把字笔画的特点呢，就是基本上记在心里，然后写的时候就是眼睛飘一下、扫一下就行了。现在我看一些初学者，这个临字帖，经常把笔画写在中间，然后停下来再去看，那你这个笔画出来肯定它没有流动，没有流动性，当中停了，啊，不是一次性完成，不是完整的一个笔画。我们临字帖要养成观察一下，用余光扫就能把这个字写下来。Thank you.
今天就先临着一二十个字，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这个下一讲呢，主要是从这个用笔特点啊讲起，可能要用几讲的时间，把褚遂良这个用笔的一些一些特点规律啊，通过我们汉字的一些主要笔画啊，加以分析吧，分析演示啊。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